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你别唱了好，好不好？啊！快乐到老。我说星星啊，你说你这练都没练上，你跟我聊失恋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劝你。哎，猴子，这事儿你说的对，啥叫失恋？我没失恋，我是失望，失去了希望。哎，不对，也不对，叫绝望。啥叫绝望？我人生这么大，头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绝望。你们懂吗？你们不懂。看个没出息的样儿，什么人啊？啊，怎么过的？有难度说话。这人你真搞定不了啊，猴子。谁呀？太强了，强大。哎，你别喝了，海星，你这么难受没必要。我可能这个时候说这些不合适，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你，你确实不是浅浅喜欢的那个类型。所以说，不管他找的那个人是谁，对你来说不都是一样的吗？一样吗，大表姐？不一样。他俩要真的合适，那我认了。但这个人他，对吧？不合适，他真不合适。你见过这个人啊？但我特别后悔见过这个人。跟这人比起来，我算什么？我算是一根草。猴子，我有时候我都替自己害臊。你这就没法聊了。我让你努力，你这么丧，尤其是这个时候，你得振作，你得振作。你要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咱俩喝完这杯，我带你找那王八蛋去。他什么人呢？给我兄弟整成这样！你要为了我，这王八蛋，咱不找。海星，你说了半天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这个谁呀？坏人，特别坏。看你这，我跟你聊这么半天，咱俩这么多年兄弟。你不能就被这点事儿打倒了，对吧？咱们就两点，要有种，不能怂。你这两点一个也没学会，你不能自暴自弃。咱们努力努力呀、啊，有什么事儿他努力达不到呢？又不是大事，你谈恋爱。猴子，我不努力吗？我再努力都抵不上那个人一根毫毛。表姐，我给人打工的时候。早5点，晚8点，我开饭馆，你知道的啊。早起贪黑，我睡5个小时都算多了。我自己开的饭馆，我自己都不舍得吃自己一块肉，能怎么样？我的卡里你们知道吗？最多就10万块钱，就没超过10万块钱过。但后来我想想啊，也没关系，这是咱的命。对吧？开心就好。可惜，我非喜欢上一个我一辈子都配不上的女人。